最丰富的生活话题都在二分之一强。一双好的鞋子会带你找到你的 Mr. Right。太棒了，这双很百搭。我在台湾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甜点。哎呦，荔枝跟红梅就像我们两个很搭配。分开，做鬼脸给我们看。Where's my Santa？周五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二分之一强。